阿们听到眼眶泛泪，我太感性了。我常常比如说福音朋友可能是第一次来或第二次来，而我们众圣徒呢，这福音聚会可能听了十几场，但我真的觉得每一次的福音聚会自己好像就像重生了一样。那我跟旁边这位东方弟兄有一个有趣的缘分，就是刚都提到，两位姊妹都提到，以前在庙里拜拜，我爷爷就是德陶当地的翻译，从小通天命的那种，在云林乡间都考察。那东方弟兄的爸爸，我妈妈，我妈妈是当地，我爸爸是德陶。然后我们现在呢都站在这边是为主做见证。是，那我们来看到第二首诗歌，需要耶稣。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唱。耶稣恩主是人为需要，那是生成肉身生于马槽，但是为人已经万分生长开。